再大声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，到底你会怎么想。终于我们又面对面的在一起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刘若英，谢谢你们还没有忘记我，谢谢你们今天来跟我一起飞行。虽然这次延误的有一点久，所以我首先我想要请问大家，你们好吗？全部的你们好吗？这一次的四面台，你问我紧不紧张，其实是紧张的。有没有压力？是有压力的。但是这个四面台好美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，跟我一样，对不对？说完就好，不要笑。今天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面向，即便你是在我的背面，你都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你们是我的靠山。你们要大声的唱，用力的鼓掌，一起陪伴我完成今天晚上的飞行日演唱会，好吗？